麦斯带着爱犬多利来到阿拉斯加北极圈内，这里的温度终年在摄氏零度以下。好冷啊！北极的气温很低，要注意保暖哦。没想到夏天才刚过，这里就已经这么冷了。你怎么都不怕冷呢？我们因纽特人，也就是你们说的爱斯基摩人，早就已经习惯这样的气温了。我还觉得现在的气温很舒适呢。这些鸟也都不怕冷吗？哦，这些是北极燕鸥，它们正要去过冬呢。过冬？它们是候鸟吗？对啊，北极燕鸥每年夏天过完后，就从北极的繁殖区飞往南极，之后等到南半球的夏天过完，又会再飞回北极。啊，从北极飞到南极，那不是很远吗？没错，北极燕鸥每年从北极飞往南极，需要飞上19000公里的旅程。公里？我只知道公尺呢。1公里是多少公尺呢？1公里是1000公尺。那么19000公里是多少公尺呢？我用定位板来看看好了。1公里是1000公尺，所以19000公里是1900万公尺。答对了。咦，多利呢？你别乱跑啦，我们可不像北极燕鸥身上好像装有导航仪器一样，你这样乱跑我们会迷路的啦。多利，多利。